右腿后侧啊，右腿弯，那个地方有点拉伸的感觉啊。我在淋巴这里边啊，淋巴这里啊，之前信息很全了啊，不用担心遗漏的事，因为呢，一圈四面八方，都有信息过来啊。这个是真的什么呢？刚才我在想会不会有信息遗漏啊？大世界当中有没有信息遗漏？告诉我所关注到的那些大世界呢？信息不会有遗漏啊，四面八方会汇集过来，会汇集过来啊，会汇集过来啊，会汇集过来啊。会汇集过来，现在因为有高维空间，有高维的来对付降维带，对付低维的所以这个威力和作用是没法低估的是没法也不能低估的所以说这个速度很快也不要说快，你想想我们寻找这些规律。已经寻找了十多年了，也是准备了十多年了所以也不要认为这个快，只是到最后的汇集阶段，感觉一气呵成快。实际上，我们从零开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做就是坚持坚持，一点一点在坚持只不过说现在到了，现在该做的事情大部分都做完了所以到了。到了该收获的时候只能这样说这个十几年，这十几年，人家忙着去挣钱，我们忙着找信息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这么一回事知道了信息齐全的知道了好，再见，再见。